假如我拍照，你录影这样，你因为你在录影不能拍照啊。可以啊，哎，那你就是摄影三件，瞬间要变换不是很麻烦？不用变了，不要，就是处理好之后，你看缺几个教练，或者全程录影也可以啦，全程录影回去要变成截图下来。不是啊，你看这边这个是照相。那我照完之后可以马上接着一直录下去吗？可以啊，就是边。这是照片啊，那这个是录影啊，有在录了。没有，这是照片啊。对啊，这样就有录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帮我带一个教练上来。天平。天平刚主管在起飞了。嗯，妈妈没上来，妈妈还没下来。哎，下地，弟弟不要担心，要担心。好。快点，站起来。现在换我们了。好，身高问题。好。我没接哦。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身高。好。我们先还是我女儿先。大家好。Thank you.